天回应你变更珍贵。我从不怀疑有一天再见面，听你说你的梦想都实现。一直很想跟陈泰的球迷好好的说再见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急也很赶，没有好好跟那时候陈泰的球迷说再见。The Let's Together 用周思齐的应援以及陈泰莎莎哥来向周思齐致敬，再次掌声鼓励给我们最美丽最有活力的 Passion Sister， 谢谢。